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冠哥。这一阵子呢，由于出国到日本去玩，所以呢，很多事情都没有去更新它。那所以我们的影片这一阵子都没有什么新的可以提供给大家。不过由于去了日本，有些影片呢，我可能日后渐渐会剪辑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。拜拜。